吸血鬼蟹鹿或水族迷心，印尼爪哇一带近日发现名为吸血鬼蟹的新物种。这种小蟹有着黄眼睛，搭配紫色或橙色的鲜艳外形，酷似电影中吸血鬼的造型，虏获不少水族迷的心，抢着让它成为水族箱新成员。由德国水族馆管理员克里斯蒂安发现的两种新品种，分别名为 Gersasama Danula 和 Gersasama Hagen。前者蟹身和蟹钳为紫色，蟹盖则呈奶白色，后者的蟹身是黑色，蟹钳和蟹盖则是橙色，只有3公分大小和3年寿命。